105年重庆杯冠军球比赛，对二十二号开始，在德尚高中闹热展开。来自全国各地冠军球队伍将进行连续六天，拢总是101场的比赛。有成队伍将代表台湾来参加国际比赛。主办单位嘛，欢迎对冠军球有兴趣的朋友，会当来德尚高中做伙替选手加油。比赛场上，双方队伍发挥团队精神进行对抗，就希望摕到好成绩，争取代表台湾出国比赛机会。跟平常不一样，因为是跟别的学校比赛，不是跟自己的球员、自己队里面的球员比赛。就是竹山第一次办中正杯比赛，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打这个场地，觉得场地非常的好打，然后有国际，就是跟国外一样的感觉这样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拿下中正杯社会组的一二名。105年度中正杯冠军球比赛，为二十二号开始，伫德尚高中盛大展开。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，包括社会、高中、各中甲各小组，大家以球会友，互相交流。能够移师到我们竹山高中，这次的比赛，这次的比赛有OB 组、社会组，还有高中组、国中、国小。我想让全国爱好曲棍球的这些选手们，能够来到竹山以球会友。第三高中今年7月正式启用的运动场，因为具有国际比赛标准，所以全国性的冠军球比赛才会选在第三高中举办。我们也愿意把这个场地能够分享给我们所有全国曲棍球的爱好，那也能够以球会友，让更多人来喜好这个活动，让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舞台。我们拭目以待，未来台湾的曲棍球能不能再往上提升，可不可以再进入亚洲或者国际的比赛，我想球场是一个关键。想要跟国际竞争，有好的训练设备和场所，选手才袂拄起步就输人舔舔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未来会努力争取大型国际比赛来到第三场办理，除了和选手互相交流，也能增加国际比赛经验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